好，那么同学呢，你来到这边之后呢，首先您刚刚那个我们的研习的那个网页呢，您可以从这边，这里也有啊，你可以从这边连接过去，在您桌面上也有了啊。那你从左手边这边进来，我们今天上的是这个海报设计的部分啊。那因为其实说真的，现在大家常常办活动，不管你是实体的，像我们这样直接贴出来的，好。或者是说你这放在网络上的，难免都要稍微找一下、设计一下嘛。好，那现在活动太多，所以可能这样的需求大家会比较多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已经有把我们的刚给各位看的这个 OneNote 的网址放进去。那么在下面这边呢，有一个我们课前的调查，来，待会呢我们再看看说，哎，同学到底对于比如说你比较常见的这些影像处理软体啦、应用的服务啊，有没有？听过或者有用过的啊，那么在这下面一点呢，你往下走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影片的部分呢，我回去之后也会把它整理在这边啊。我们只要有上课的研习的部分，我的部分我都有放在这里，所以就算你上节课的没听到，去年的没听到，还可以来，好，还可以来。那么你再往下走，这里有我们的那个问卷，啊，现在各位我们上我的研习的话。问卷通通没有实体的，只有线上的，哎，填完就可以看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这边，啊，你填完之后呢，也不用等别人，直接就可以自己看结果，好看别人大家统计出来的结果，反正这不记名的，好不记名的哈。那再麻烦各位再填一下。那么，问卷的部分呢，这一次呢有比较聪明一点，就把这个地方一到五有没有满意跟不满意哈，我把它再调整一下，以前。有时候会有比较极端的，因为有的人要搞错方向哦，所以这样应该看就比较清楚，好吧？哈，因为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。那么刚刚呢，我们回到我们的 OneNote 这边啊，您如果加入我们的群组之后呢，首先第一个就是在讯息这边，好，讯息这边，下个礼拜是什么节啊？母亲节哈，想得到怎么样过母亲节的吧？今天也要做一个嘞。母亲节的啊，你可以做贺卡，可以做海报啊，好，对不对？这一首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哦，表示你们都长大了，你看它上面其实也是放那个什么，放一些找的照片嘛，对不对？不过说真的，它里面有放到几个是，事实上是有版权的。应该说他放的都是有版权的啦，因为呢，我为什么会知道？是因为我有看到一张，有看到一张某个地方政府有被罚过的，哎 因为那个图库是台湾的，台湾有一家图库公司的，他放在网络上，那他们有用，啊，所以有被罚款这样子哈，好，OK 哈，所以这个只是提醒大家一下。那我们刚好看到这里有没有有一个？你说做这个影片会不会很难？不会，字打进去，图片放上去就好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嘛，有些时候难免你有时候办活动也是有一些比较就是活泼的东西，哎，影片的可以吸引一些人，好，有没有？我们今天放的东西哈，那好，这是一个，好，那下面这里也有一个哈，这里也有一个。所以等于说，你现在其实做，应该说做 DMO 海报，实际上有时候不只是只有做平面的，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些就是会动态的东西哈。好，那看完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先来看上面这里。您看到进来之后，在这边有一个任务，有一个任务哈。任务呢，我们把我们今天呢研习会用到的一些资料都放在上面。您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呢，就直接点前面这边打开就可以看，好，就可以看哦。那首先第一个，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些研习的一个相关的讲义啦资料，像各位手上拿到心智图，对不对？不过很抱歉，你的已经是旧版本，我又更新了。好，那没有关系，反正你在这边这里哈，可以看到。那如果说你的画面如果有比较小的，你可以直接点这个，会把。就是这个打开哈，在这边可以打开独立的一页，有没有？
这样你再看可能会比较容易哈。那么 OneNote 呢，顺便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就是如果说哎你觉得哪一些有想要做笔记的，可以在右手边这边直接做下。好，打完之后按 Enter， 有没有笔记就进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还可以继续编辑，那当然你可以继续两个三个都可以。另外这里有一个涂鸦笔记，如果你觉得哪一个比较重要的，有没有，你就自己勾起来，然后就按储存就好了，送出，有没有就进来了，对，下次你就可以看到了哈，下次你就可以看到。那当然这里也可以去直接去 play 了哈。好，那如果你要跳下一个，比如说你刚刚看我们这边有好几个，对，除了回到这边来看，你也可以从这边直接点直接跳，好，直接点直接跳哈，那这样就比较方便。如果你觉得哎，我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好，都已经看得差不多，你也可以按离开，好，可以直接按离开，这样它就回到原来的外面这边了，好，就回到原来外面这边了。那么各位呢，这个 OneNote 的部分，其实我还会看到大家的学习的情形啊，好，学习情形，哎，很显然大家好像延迟资料都还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看看，哎。果然都还没有人有看，好，那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这边会看到说，哎，每个同学如果你有登录进来的话，他的那个什么阅读的情景，这边有没有？好，好，那我想我就先把画面还给各位，你看看有没有你还没有加到我们这个群组的，好不好？